9月27日是 Lily 嘅28岁生日，公司同事同身边嘅好友提早为佢搞咗个私人 party 庆祝。party 上面除了庆祝 Lily 生日之外，原来还安排了她和老板林建明举行上契仪式。离开大台的时候，即是你在我很迷惘的时候，你给了一个很好的方向，令到我有一个很快开台的一个新的家庭。多谢你林生。Lily 和80岁林建明的爷孙恋自2014年传出之后，一直都没停过，令到两位主角都很无奈。佩服你，很敬重你的是，我认识了你这么久了，但是在年底之前，可能即不知道为什么会搞错一些那单这样的新闻。是啦，但是你都即完全没有即在被人屈的情况之下 讲任何东西，你全部都是一笑置之。这个态度是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咯，即反而你还吊回头来安慰我。Lily 多谢林生之后，上契仪式开始，契女当然要跪地斟茶，契爷梗系会送翻金饭碗同金筷子俾契女啦。正式上咗契之后 ，Lily 即刻探契爷卖晒口乖咁。我会以后咧对待你好似对我爸爸一样。林建明同 Lily 真系好有缘噶，林生阿仔林孝相同 Lily 同年同月同日出世，所以揾埋佢一齐唱生日歌同切蛋糕庆祝。一齐切啦！一个出一个切，我可以。